参见各位阿哥公主，你们三个报上名来。婢女都统石文炳之女贺兰，婢女宁秀大将军费阳谷之女。所以，你就是年淑媛？是，婢女年淑媛，太傅年霞陵之女。年淑媛，你把头抬起来。 三哥，三哥，啊，你的眼光真不错，你看长得多漂亮！好了好了，你当这是你的寻芳阁呢，这可是咱们当今朝廷大臣的大家闺秀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就不喜欢什么大家闺秀，我就喜欢那小家子气的，怎么着？行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大阿哥。行行行，你最特别。别吵了，安达老师来了。末将安达。 参见各位阿哥和公主，安达老师。老师，请。各位阿哥，来跟我一起，推弓、悬臂、沉肩、抬肘三指，扣弦，前贴鼻尖，嘴角下颚，重心放在轴线上，身体稍前倾。好，放心。陪读的也来试一下吧。是。 谢吧，阿哥。文献，你来把今天我所教的演练一遍。我来吧。用力把它拉开。对。 年羹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许你碰姐姐。微臣失礼，二位公主恕罪。你也是一番好意，没关系。这么护着姐姐啊？什么好意？不行就是不行。年羹尧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碰姐姐，听到了没有？是是是，微臣知罪。三弟，你看错了，这其中啊，别胡闹，必定有其他故事。你看他们三个各怀心事。 哎，二哥来了！二哥，嗯，二哥，啊，挑见我的在哪儿啊？嗯，年淑媛，你居然敢瞪本太子！全世界还没有敢这么看我的。殿下莫要怪淑媛妹妹。 刚才殿下来时，婢女看到太子殿下身后光芒万丈，我想淑媛妹妹这才侧颜躲过，还请太子殿下不要责怪淑媛妹妹了。真的吗？你也看到了吗？嗯。哼，也对，我是太子，出场时。 自然带着与旁人不同的光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迟到吗？嗯。因为我知道你刚进宫来，定不会拉弓射箭，也不懂什么技巧。带上它，保护好自己的手。谢太子殿下，婢女不要这东西。不要。 故男子生，三壶捧矢六，以射天地四方。一箭射天，一箭射地。
四箭，分射东西南北。哇，好厉